Hey, 大家好，我是双恩。今晚的是 S 七排位赛最强辅助 Timmy 的三人说，我们大概看一看呢。S 七有一个四 ban 的系统哦，总共 ban 了四只英雄，最应该 ban 的是利安跟超人。另外的凯格鲁斯跟夜叉也是目前常 ban 的英雄，毕竟这两只呢非常的强哦。如果你喜欢影片呢，记得按赞订阅，不要忘记打开铃铛，这样才不会漏了通知。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，辅助 Timmy。辅助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、哦、一个位置，不管是前期带风向、中期打团、后期推塔、保牌等等，辅助都是不可或缺。而且前期定制风向的能力呢，我觉得辅助比打野更加优秀。怎么说？打野呢在射程前通常是视野怪哦，而辅助我们做很多事情，尤其是最重要的看视野哦。而且呢，不管防守还是入侵呢，甚至去乱敌方线上。那 Timmy 一出门呢，可以买双鞋子哦，加上我们的技能，通常都会跑得比其他英雄更快，因此呢，可以更先一步进草丛，占领视野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就不以大众辅助来说，我们以 Timmy 的视角来解说。这边注意的地方，图伦，我们已经有一技能了，尝试蹲他。哦，刚好上二等，这样有两个控制技，先二技能晕眩，再接一技能晕眩。这边逼住敌方图伦的瞬移。Timmy 这位辅助呢，我们的招牌技能是大招的复活，但是一二技能呢有两招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尤其是一技能呢还是大范围，而且伤害也不低。这边呢我们大概掌握敌方大凤的位置哦，知道他要吃那个野怪。那这边保护一下我们摸到的影子，运到敌方两个英雄，然后再拉开，等待我们队友的支援哦。那这边敌方三个英雄都是残血的。我们一技能运到敌方三个目标，这时候队友再补一点伤害，轻松获得三连杀跟首杀。那就从一开始呢，我们看视野掌握了敌方打野的位置，之后再用我们一技能非常漂亮的运到敌方三个目标，就直接获得敌方三个人头加上首杀，甚至再加上一条魔龙，整个风向顿时呆了起来了。那以我个人的经验呢，不管在什么排位 ，B 排、A 排、S 排。通常辅助都是比较没人选的位置了。我是觉得呢，在 AB 排以前，可能你靠打野可以一打五的时候呢，辅助确实没那么重要。可是到了大家都认真起来的场次呢，辅助影响力非常非常重要。印象中呢，有一场玩魔老，对上对面职业队三排，对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辅助哦，从头到尾呢，我想要安稳的吃个野怪呢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连吃个野怪都搞得好像世界大战一样。这就是一个厉害的辅助呢，可以带来的影响力哦，非常可怕。那这边蹲到敌方图伦，再消耗他一波。我们这波消耗呢，直接把图伦血量压了剩一半了。这样子，如果图伦要回补呢，他就来不及支援。我们可以去打其他路哦。如果图伦选择不回补呢，他血量的捏丝就会让我们凯莉轻松压制他。没发现敌方吕布哦，原来躲在这。龙马还是没那么怕吕布的哦，毕竟龙马有位移跟吸血，还有晕眩。就是在敌方大风的位置。玩 Timmy 呢，你千万要让队友觉得你很稳哦，要让队友相信你，相信你会在关键的时刻开出大招。队友相信你才敢打、哦，这样子我们大招才可以发挥最大效益。像是艾莫拉呢，完全不畏惧哦，直接站在这一个地方硬扛。我们再补个大招，成功掉敌方大风宝贝。后面注意到敌方图伦，那就被敌方图伦逃脱。我们准备下一波攻势哦，这边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瞬移 ，OK， 看来他是有瞬移的。那这边我们转移去上路，这时候我们玛莎升等了，升等之后呢，热神护符就会把我们血量补满。这边我们技能冷却好了，让莫拉刷个被动。这边图伦对莫拉有意思哦，他想要秒掉莫拉。能不能成功把他晕着，就把他击杀？掩护一下我们队友撤退哦。如果敌方攻过来呢，就算牺牲自己性命拯救队友也是没关系的。辅助就是一个这么伟大的职业。假设呢，我们死掉之后，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。我们死掉时间呢，也可以帮忙看小地图，看敌方的位置。可是如果是队友死掉的话呢，他们在温泉的时候就不能发育哦，不能吃小兵。这边凯莉补个大招，
有点可惜哦，差点没把梨芳吕布击杀。那这边我们队友击杀了上古马洛斯，我们的击杀参与终于没有100%。这边我们稍微等等门队友调整状况，看视野看梨芳动伤的同时呢，再把三路外塔拔掉，慢慢的推进去。当然这勾起来稳哦，如果犯失误的话呢，敌方就有翻盘的机会。因此呢，我们看好视野显得更加重要。如果有时候呢，你觉得明明有优势还是被逆转，那应该是你有优势之后呢，在中期5分钟左右，这个时候呢打得太烂了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给敌方美呢一点心理压力哦，让他觉得每个草里面都有提名。OK， 这边连招运到敌方图伦，那美娜也叫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治愈。这边在运这敌方刀锋，所以把他击杀。那可是中路兵线被清掉之后呢，要稍微等下一波。那这边尝试抓敌方马洛斯，我们使用二级元预判的大招，结果竟然是拔刀斩。好彩呢，我们还有卡莉大招，非常远程的轰炸。这边的打野不在呢，不然可以再拔几座防御塔。赶紧下入支援。OK， 这边掌握敌方刀锋的位置，这个蓝我们看来是收下了。刀锋呢，这没有位移的打野，特别怕提米哦。提米不但有两个晕眩，还有复活，非常克制刀锋。那这边月塔晕这敌方两个英雄，队友再补点伤害。那敌方突然不知道是第几次呢，残血逃脱。稍微等等我们队友哦，可以过来吃凯撒。吃了凯撒之后呢，就可以再推一波。那这边队友伤害已经够了，其实呢不缺我的一点伤害。这时候我更好的做法呢，应该是到左边的草丛看视野，确定敌方没有过来偷我。那这边有凯撒之后呢，我们回补一波，准备最后一波推进。这时候我们龙马再推下路，说不定敌方会过去防守啊，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豆大扫或者抓到蛋的机会。因为敌方刀锋屠伦，这边也是要抓敌方辅助，很顺利买到敌方辅助哦。再一波因为敌方刀锋屠伦，所以推到上路防御塔。这边我们队友呢已经往中路靠近了，中上。我们看有没有机会晕这地方突然。我是预判他位移的位置哦，结果他并没有使用位移。那这边要加个大招，不要让他风刷起来哦。那顺便再跑上我们的龙马跟卡莉，从击杀敌方。那敌方这边状况不是很好哦，三个全灭，四个。最后5个全灭，还一波新的兵线，应该能够顺利摧毁敌方的珠宝。把提米玩到关键呢，就是稳了。你要让队友觉得你非常稳，相信你的大招，不然一个不稳定的提米呢，队友是不敢冲的。这样子你大招效益就没那么高。就喜欢影片，请按赞订阅，不忘记打开铃铛。那我是商人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